睇下睇下，好快就到咗千禧年啦！而踏入咗千禧年咧，礼永最马房嘅欢乐今朝咧，就赢咗嗰届嘅澳门金杯。到咗第二年啦，筹住满志嘅欢乐今朝以马王身份嚟卫冕澳门金杯。但系佢呢场赛事咧，遇上咗毕生最大嘅敌人就系冠辉兄弟啦。 冠辉兄弟咧，依家前面只有出嚟咧个几马位噶啦，首要第二位嘅咧就系已经系大外当咗一全力出击啊，喺前面系冠辉兄弟啊，斗欢乐今朝第二、第三。 好啦，嗱，讲到李森马房啦，大家都知道今年佢凭住一匹花神就赢咗打比大赛，总算系一上多年嚟嘅夙愿啦。因为计翻数咧，原来佢喺2012年嗰届咧，佢马房有一匹剑神咧去跑打比嘅，只可惜当年咧就遇上咗带头李嘅黄室宝，结果只系饮恨第二。但系毕竟剑神一匹好高质素嘅马，佢好快咧就喺顶班嗰度呼风唤雨噶啦，到咗金杯啦。 澳门金杯嗰届佢仲同主马力神啊喺呢项锦标一 Q 翻嚟，成为一时佳话。澳门金。 杯千八米准备就绪，一出闸嘅时候咧，见到较为快啲嘅咧，内档嘅只力神啦。首先带出嚟先出边有只豪光发展，今次嘅风云岁月咧唔摆头咯。而家就特登留后多少啊？但系见到后边嘅咧就有风腾啊，嗰啲咁样上嚟，里边跟出嚟嘅咧有随意啊，中间嘅咧有欢乐今朝，然后咧先见到个博好啊，风云岁月啦。咁啊喺后边嗰啲啊剑神啊，新光荣嘅最尾嗰只咧就见到系翠峰嚟嘅。转紧呢个马房弯嘅时候咧，放咗出头嘅咧就系呢个力神。 大概隔篱有两个马位，再欢乐今朝咧，中间支咗出嚟喺呢个第二位，随意咧喺内档嘅第三半个马位拍住个胡光发展咧，第四嗰两马位跟住个风云岁月咧扣住缰绳啊！大概咧就拍住呢只个风腾咧，就喺呢个四五位之间嘅咁啊，再后啲多咧，然后博好再一个马位跟住嘅咧，先至系呢个剑神啊，半个马位里边嘅新光荣，包尾嗰只咧仲系翠峰，头尾嘅距离咧大概都系七个马位左右嘅啫。咁啊，距离终点咧大概仲有900到啊，放头嘅仲系咧呢只力神。 大概隔篱都系一个马位多啲咁多嘅啫，慢慢闪上嚟嘅咧，随意啊，出边咧仲系只系欢乐今朝，半个马位跟住嘅咧，风云岁月啦，而家咧睇下开始发力未，咁啊仲系揿住喺呢个第四个零马位跟住嘅咧，先系豪光发展，再半个马位咧跟住风腾咧，大概呢个第六，然后咧一个马位跟住嘅剑神咧，第七个零马位博好啊，呢个第八新光荣咧仲系。
俾依一隻翠峰咧，呢度斷咗多少節噶啦？咁啊，轉彎啊，就嚟入正直路嘅時候，仲有呢個力神咧喺前面斜斜啲走出去啦。呢度帶嚟大概個零馬威，劍神咧個大外檔嘅馬叫呢個歡樂今朝咧，轉到呢個中線，中間衝上嚟嘅仲有一隻隨意啊，內檔咧仲有一隻風雲歲月嘅，而家一對同主馬咧戰咗出嚟噶啦。麥風嘅劍神咧兜一力神，劍神咧喺出邊啊，俾阿力神頂住咗多少？後邊再追上嚟嘅仲有啲新光榮嘅，亦都越飛越近。麥風頭嘅咧仲有呢個力神。講到搖滾小子的崛起，真是絕非偶然的。這匹當年隸屬特威士馬房名下的頂班惡馬，來到澳門一出就可以力壓獅子玉，贏了澳門堅尼。自此每項錦標或者杯賽他都虎視眈眈，而任何馬匹想捧杯都要問過他肯不肯讓路。既然澳門金杯正正是代表了馬王的地位，咁搖滾小子當然要喺一眾馬匹面前演繹下乜嘢叫做君臨天下。搖滾小子最尾入閘，好啦，入齊閘一起步嘅時候咧，較為快啲嘅咧，見到裏邊咧就保理性啊擺咗喺前面喎，風林火山亦都相當之快嚇，只搖滾小子咧進上嚟嘅第三位大大外檔啊，你馬小子喳喳聲咧亦都上到嚟擺前頭嘅位置噶啦，咁啊獅子玉咧亦都唔慢喎，又拍住咧嗰只啊做得好咧一對馬咧亦都係逼前咗少少嘅，後面跟住嘅咧先見到神州快馬嘅站，風林火山啊少爺出擊咧大概而家喺呢個尾五嘅位置啊，拍住呢個劍神，咁啊後啲嘅馬咧，然後先見到咧勁力出擊喺個尾二啊。包尾嗰只咧就係啲啊老馬新光榮啦，去到上下千二起步點嘅時候，喺前面度咧放咗出嚟嘅咧，結果係馬可小子咧放嚟大概係一個馬位左右，所以第二位嘅話獅子玉都幾快下喎，就拍住阿保利勝咧就係呢個二三位，後邊兩個零馬位跟住嘅咧，然後先見到做得好嘅再半馬位跟住嘅咧，就見到啊喺內檔嘅咧就係只搖滾小子，再一個零馬位跟住嘅劍神，半個馬位啊外邊拍住佢嘅風林火山啊，然後先見到少爺出擊咧，慢慢咧就佈住呢個相當有利嘅位置。就拍住呢个劲力出击，咁啊喺尾二嘅位置咧，就见到神州快马包尾嗰只咧，仲系啊呢只老马嘅新光荣喺前面度慢慢放啊，但系咧唔俾你走噶啦，一冇理性啊，而家喳喳声咧转弯啊，六百米啊开始踩油，已经咧一节之一出嚟先，咁啊然后咧先见到只马可小子刘永康开始骑喎，但系杜顿嗱嗱声嚟紧啊，摇滚小子咧进上嚟个第三位剑神呢，亦都系外档抢上嚟个第四，后边个零马位跟住嘅咧，先见到劲力出击啊，乜大外档上嚟嘅咧，再有风林火山啊，少爷出击咧，亦都系中间揾嘅咪撞一撞啊！拍住呢獅子玉一齊啦，喺後邊呢個展開衝刺噶，喺前面杜頓出咗嚟噶啦，呢搖滾小子放嚟大概有個零馬位左右，守住第二位嘅仲係呢個保利勝啊！咁啊後邊咧兩三個馬位之後嘅先見到咧，有隻少爺出勁咧進佔上嚟呢個第三，好啦喺前面喎贏緊噶啦，搖滾小子啊，第二名過終點嘅咧就係呢個保利勝，第三名嘅少爺出勁。